山城协议沙莲堡文化艺术季日前在竹山烟草站热闹登场，活动内容相当丰富多元，在在都展现了当地特色，也希望借此能让更多民众了解到竹山的艺术人文与产业文化。每一年拢有对文化季的推广，来阮把沙莲堡上好的老相片，啊，甲一寡书法比赛部门的历届的老师所留下的物件，啊，展现咱竹山的古早的水，甲来到现在目前所表现出来的目前无同款的历史回忆，甚至捏头的部门、竹艺的部门，到陈维安老师的拓印哦，加一个折扇的迄个功能啊，来融入你这个在地生活。此场文化艺术季活动办理的相当成功，县议员蔡孟娥也感谢协会的用心，并期许透过协会的推广下，能让更多人认识竹山。啊，在此我们非常感谢我们南投县沙莲堡文化促进协会哈，咱的刘会长所带领之下哈，咱每一个嘞啊，咱的会员拢真正用心啊。为了这个活动呢，我们已经准备了很久的一个时间了哈，也希望说借由我们文化促进协会所办的任何一场活动，也能够带动我们地方的发展，也希望说代表着我们竹山的许许多多的元素，也让大家更了解我们竹山，进而来我们竹山分享许许多多的一些文化艺术。县议员卢瑞芳也称赞山城协议沙莲堡文化艺术季活动规划的用心，将地方上各项特色彻底展现。沙莲堡哈，举办书法、竹艺、茶艺，还有陶瓷哈，还有书法哈，样样的活动哈，各种各样哈。沙莲堡在这边哈办这个活动哈，非常的有意义，把我们这边的地方的竹子的特产哈也表现出来哈。这个活动办得非常的热闹哈，啊，希望讲安尼，这今天的活动能够圆满成功。议长何胜峰肯定活动规划的用心，也期许透过协会的努力下，能办理更多丰富多元的活动，让地方上的艺文风气更为提升。记者卢宇凯，竹山采访报道。